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星期六，现在是12:45左右，澳大利亚时间。上星期录了一个 vlog 呢，有些朋友说因为是英文嘛，所以就可能有些看不下去。那这个星期我就想说，我就录一个中文的吧。我是一个上海人，我突然想说，那就做一期上海话的 vlog。虽然我是上海人，但是我的上海话真的不是太好，有的时候就是话接不下去讲，所以说就录一期上海话加普通话的 vlog 咯。好，现在开始。我刚刚录好一支视频，一支视频是啥么子呢？不大家看叫。刚刚录好的那啥 Myers 的视频。就是我买了搿点，伊拉搿只牌子化妆品，那么录了一支新的视频。因为我刚刚录好嘛，所以讲我下个礼拜搿支视频应该出得来。今朝穿了点啥？搿只是 Uniqlo U 系列，反正是只鸡心领的短袖子。我为啥道理欢喜搿件？就是因为搿只颜色，我觉着搿只颜色勿是老常见的搿种颜色，有点像咖啡色，有点。奶咖兮兮，是吧？蛮好看。那么裤子呢，配了一条各种 off white 种白裤子。因为我老公还没回来，我觉一家头真的是蛮无聊的，辣海澳洲乡下头，真的，搿搭是澳洲乡下头，所以讲真的是平常一家头也没啥事体做。是我老公训练出来的，是有很长时间的眼泪史的。哎呦，我突然发现电池只有一格电了，搞笑了，我备用电池也没有带，没有关系，能录多少就录多少。我们等一下再见，我现在去做 grocery shopping。好，跟着我去买珍珠奶茶。因为这应该是比较正确的上海话，珍珠奶茶。Let's go！ 哎，我觉得我下周还是做英文 vlog 吧，总感觉讲英文好像现在更自然一些。不是说我英文多好啊，就是比较自然，自己感觉。Let's go！就是 brown sugar 黑糖，对，黑糖珍珠奶茶，终于有最爱的东西吃了。我们现在就回家吃珍珠奶茶吧。Walking in the city tonight, you wear the dress that makes you look so nice, like my fancy shoes I wore
我今天刚刚发现 Netflix 有 Friends 了，而且是十季全的那一种。Oh my goodness！ 哦，我兴奋的有点，因为我记得我刚刚出来留学的时候，我下载了整个十季全的，在我的硬盘里面。对，然后现在因为平时看电视啊什么不怎么用电脑了嘛，都是看电视，那 Netflix 就方便很多哎。我是 Friends 的忠实粉，他们里面的台词我都可以帮你背出来，就是那种，就是你知道吗？他这边开头说一两个单词，我下面就知道他要说什么。属于熟悉到那种程度的我还可以一遍两遍反复的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 Friends 就是有那个魔力，让你的心情变得很好，特别是你一个人的时候，让你觉得好像你身边有这么六个朋友围绕着你，好棒。刚刚把衣服换完，今天穿这样的一个，它官网形容，这是优衣库的官网形容是 beige 颜色，现实生活中就是这种奶茶色，淡淡的奶茶色，超级好看的。最近有点迷恋奶茶色，下面配了一条啊 Free People 的白裤子，这个是 FNH 的项链，我超级喜欢的。好可爱的哥哥，不好意思，你接个吧，就是这个，你接个吧。